大家好，我是醉影，今天接着我们的拳皇十四次创对战解说，这场是由 ZN 对着阿里山，看 ZN 开场选出皮鞭女威普，哦，开场不断 CD， 现在是一个试探吧，应该啊，来试探一下阿里山的中东女到底实力如何。这次阿里山的中东女是有一手了，哎，轻手木娘，跳地抢空，哎，跳飞，连续一波逆向循环，轻手没有追加到。其实 ZN 也是曾经拿下小孩的那个人物啊，比打法比较强势，循环操作。压到角落，然后再压一下，一点 BC 溜开了，然后抓上一个 ES 技，空中再次接一波循环操作，哎，哇，一脚踢飞，然后空中抢空，血量不多，两点打晕，晕掉周纳基德又开始浪起来了，哇，因为ZN开场是一个随机人物，这个随机的威普好像不怎么会用，不怎么熟练，接着来看他的主力，看看他的主力究竟如何。金特来了，哎，循环现在跳起空抢空，来看纳基德继续压制一波没有，好，开始压制，跳起来循环点 BC 开抓上去，ES 招起飞了，现在 ZN 也要开启一套疯狂连招，循环控制循环，然后顶飞起来，并没有再开启下一套连招，然后选择了再打一下 ZN 也要秀清楚开 BC， 后面对手连续后撤一脚踢飞，空中来一波循环打飞，好，循环再来，哎，两点轻手点后撤，首先来一波后撤，哎，要连续要两次，对手还是一个试探的方式，一波蓄力脚也没有打中，现在双方都有三颗气，突然裸大中了，裸一个两气之后，然后轻手连续几点木压，连恩已经血量不多了，已经不行了，现在杀到 ZN 最后一个角色之间，看 ZN 最后一个手底的是谁啊？哦，他手底的是排叔，排叔也是压超级压制型的选手啊，真的他还有三四颗气，可以的，可以狂一波，但是开场就被连了，一脚踢飞压中断，哎，连续循环点一点，排叔看他怎么操作，排叔一脚 CD 登出，跳一个逆向，开 BC 开循环，操作要来了。怼到角落，循环循环大招带入，可以，应该结束了吧，这一招，对的，把扑克牌玩出刀子的感觉啊，像砍瓜切菜一样，这就是牌输了，现在杀到阿里山也是最后一个角色，他的是莉安娜啊，第二个角色还不是最后一个，阿里山还有一个，这一下阿里山胜率很大的，这局抢空，哎，中断破防，后撤过来再加一波，连续接点清水开 BC 循环破盾防，连续压制，好，然后再开 ES 波破盾防，破盾防是没有再次连起，那就再次强压一下吧，还是被对手闪了出去，没有控制好啊，莉安娜也开 BC 了，炸循环大招炸，也给他来一套爽的炸，一套半血，然后顶起来，排叔还想偷一个下盘，但是并没有中招，莉安娜看能不能稳住，莉安娜 BC 开，哎，回手掏落地炸，排除砍瓜切菜，没有砍到 BC 开了，结束，大家来一波关注，每天更新精彩对战视频。